天 Pororo 和朋友们都在做什么呢？好了，来啊，换你喽。好，好了，该你了。才不会输给你呢。有点怕。今天我们说好要去做雪人的，快点走吧。艾迪觉得是因为哈利才会输给婆若若。我们开始做吧，谁会做得最棒呢？当然是我喽。那是什么话？当然是我最棒。婆若若，艾迪，我想你们应该先做雪球比较重要吧。好吧，谁怕谁。冬天带着稻草帽的小小雪人，他的样子好好笑，鼻子也歪歪的。哈利，你在做小矮子雪人哦。什么小矮子？那你呢？你能做出多大的雪人？我做的当然会比你做的更大喽。那么也会做的比其他的朋友更大吗？当然喽。哼，真的会那样吗？波比、小龙、艾迪说还要做出比你们做的更大的雪人哦。克隆，我想艾迪应该不是恶意的。克隆，是吗？哼。克隆了。艾迪跟我说，说你绝对做不出比他做的还要大的雪人哦。什么？如果是我的话，我一定会做出更大的雪人让艾迪好看的。好，就给他看看我的实力。太棒了，艾迪。哈利，刚刚是我太……弗洛洛跟我说，他要做很大很大的雪人，要让你好看哦。哈？什么？这次我绝对不会输给他。弗洛洛，弗洛洛和艾迪听到哈利说的话之后，为了要做更大的雪人，两个人不停地滚雪球，而雪球变得越来越大了。大家听我说，现在把雪球推过来，开始做雪人吧。克隆克隆，等我一下啦。哇，你好厉害哦，怎么会做出这么大的？想要做雪人，至少要做这么大。哇，艾迪真的好大哦。哼，我的雪球应该比你还要大。那我们来量量看啊。这样不行，我们把雪球推到那里去好了。小心啊，小心！呜呜，大家快走开啊！艾迪，小心啊！糟了，所有的雪球都滚到悬崖那里去了。艾迪，你还好吧？艾迪，对不起，因为我没有办法控制雪球滚下去。哼，是因为我的雪球比你大，所以故意的吧？哼，又开始了。刚刚还说我一定会做不出比你更大的雪人。哼，我什么时候说过那种话了？我明明听哈利这么说的。哈利，我有这么说吗？那个，其实因为艾迪取笑我的雪球太小了。那么就是你说谎了。不要再吵了，哈利对你们说谎的确是哈利有错，可是艾迪那么做也有错啊。波柔柔，艾迪真的很抱歉，我也不应该随便说话，对不起啊。现在我们回去吧。那是我们刚刚做的雪球。都还好好的，没有破掉哎。对啊，你们等我一下哦。呀，把眼睛贴上。就这样，雪人完成了。哇，真的是一个好大的雪人呢。结果最大的雪人是哈利做的耶。不是啦，是婆罗肉、艾迪还有我一起做的。对呀。所以是你们三个人一起。小龙，不是，最大的雪人是加上小龙，一共是四个人一起做的。